佛祖在上，幸女宛落诚心叩拜，求佛祖明示。今日之事，宛落心中纠结如刀绞，实在不知该当如何，又不得向他人言说。谁？朱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随便问问。哎，德妃娘娘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什么事情又让你心如刀绞了？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多谢宝珠姑娘关心，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事。啊？没什么要紧的事？那怎么会心如刀绞呢？哎呀，没关系，你就说吧。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的话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就算帮不上什么大忙，我也可以参谋参谋，拿拿主意啊。嗯，如果有件事情做了对自己有些好处，却会伤害到别人，你说我该不该去做？当然不应该了。可是，哎呀，你还在这纠结什么呀？我张宝珠是个粗人，不懂什么大道理。可是我也知道啊，这世间最重要的就是道义二字。做人啊，就是要讲道义，就要对得起天地良心。就算我们做不到日行一善，救济苍生，可是损人利己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。娘娘是读书人，连我都明白的道理，您不会不明白吧？奉圣夫人到。把东西放下，你先退下。如果我今天没来，你打算怎么向我交代？说药已经下了吗？夫人息怒，宛落实在不忍心下手啊！所以就想瞒天过海，悄悄地坏我的大事。宛落请夫人三思。你说什么叫我三思？明明是自己烂泥扶不上墙，还牙尖嘴利地找这些托辞。把你弄进宫来，算我和忠贤有眼无珠。但是我警告你，管好你的嘴，但凡有只言片语走漏出去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到时候，我可不管你是不是忠贤的侄孙女。